中方答应，就再次答应啊，就动用500亿美元购买美国农产品，然后什么管控自己的汇率，然后有一些金融方面的一些事情在讨论当中，然后呢就现在是第一阶段，然后再进一步会有第二阶段，然后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暂减的局部性的一个协议啊。那我们这次呢就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推演讨论推演将来金融市场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讨论其实整个我们现在的那个趋势，我们现在所站在的地方是如何的一个环境啊。长话短说，我先说啊，这个协议有没有效了，我可以就很大胆的与大家保证啊，这个协议没效啊，假协议。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了？因为假如说中方真的是诚心诚意愿意付500亿美元去购买美国农产品的话，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条款啊，半年前已经开始在讲啊，一直讲到现在，从猪肉价格从15块讲到现在猪肉28块到30块一斤，排骨了从30元涨到75元了，60到75元一斤，讲到这种程度了，现在还在讲我们准备要买了，你就大家会不会认为这好像看 A 片那样啊，就还要股还要股，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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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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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了我认为这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假如说现在就中国国内啊，猪肉涨价涨得这么厉害，假如说能透过购买美国的进口的农产品能解决的话，早就买了，不用等到现在啊。你以为就我们别以为中国猪肉涨价中国好受，中国受得了，没有这回事啊。因为就我之前视频也跟大家讲过了，猪肉涨价并不仅仅是猪肉，还有其他的就其他日用品啊也会一起涨，反正就只差工资没涨，啥都涨，那这样的话会引起社会不稳，对于中国来讲那个风险是不可冒的。但是为什么还是不买猪肉了就不买美国的猪肉了，那最后就一个原因，就是差钱了。那基本上过去是差钱，现在好不了多少。因此呢，我会认为从昨天美股的反应到了末段就基本上是回调。我可以比较肯定的说了，这会在下个礼拜然后就差不多是见顶了，然后又冒出来的新一段消息就会说之前呢就开始要购买美国的猪肉，但是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些问题了，我们要延迟购买，结果就是一拖再拖了就如此了。是我会认为如此了，所以我会认为这个协议也是假。那为什么是假协议或者是没有意义的一些协议，就特朗普以及美国整个谈判团队也要跟着中国陪着他玩的，就为什么美国人这么好骗美国人这么好骗要表现出来好像真的是就真的不知道他脑袋长哪里。那其实我们能在电视上面看到，能在报纸上面网络上面看到的，我反复跟大家讲，能让我们看到都是假的。
我们需要有这个觉悟啊，能让我们看到都是假的。好了，想要找正向，那怎样去寻找正向呢？我们需要去念书，需要去了解了解真实的一个生活情况，就了解一些内部的一些操作，了解内行人的一些做法想法，这才是真实。好了，那美国为什么好像表现出好像特别少一次又一次的不厌其烦的被中国政府忽悠，那中国政府为什么每次的那种诡不要说诡计，策略这么容易就成功？那其实呢就这与美国政治生态是有关的。美国有两党嘛，就是有支持政府的，也有反对政府的，有两派人。然后通常不是通常，一直以来就是在野那派了，现在是民主党了，他们就肯定是反政府了，否则他们无法上位的，在下一届的总统选举以及议员的选举。好了，那假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这次又说跟人家要硬杠要干上的话，那反对他的人就会说，你这样跟中国政府硬杠了，损害美国本土经济，所以现在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因为特朗普的原因，然后就透过这个来打击他的地位，争取就民主党靠这个来争取自己的选票。好了，然后现在特朗普呢就装傻了，然后就又被骗一次。那假如说中方真的是没有如实的购买那400亿到500亿的农产品，那会出现什么问题了？那民主党呢也会抱怨，也会打击特朗普，说你看你跟人家谈和现在被骗了，又被骗了，你看你多笨多无能，根本中方就没有诚意买那400亿500亿的农产品。然后呢特朗普呢的立场又可以改为更加强硬，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特朗普他的那个立场好像很反复反反复复的来来回回的，就是如此，就是因为就你做你做打击中国的事情会被批评，你做与中国谈和的事情也会被批评，那作为一个总统就只能是脸边摆摆来摆去摆来摆去，在过程当中再多添加他自己的一个策略，自己的想法，让那个方向可以慢慢调整到慢慢逐步调整到他想要走的那个方向。所以哪怕假如说就大家是相信特朗普真的是想要对付中国的话，这过程也会是反反复复连边摆的就摆来摆去不会说一次性就 KO 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 KO 到中国就打击到中国某一种阶段的话呢反对党也会透过美国经济因为打击中国导致犬差这个借口来打击特朗普，那特朗普又受兵了，要弹劾了弹劾到某一个阶段呢，然后反对党呢也又起来就批评他说太软弱了，你对中国政府不行，这是一个无能的一个总统，然后呢，特朗普又变强硬了，就来来回回这样做，所以不会像大家看武侠小说、看电影那么痛快的，我们看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就很痛快啊，那个钢铁侠他们打到稀巴烂啊，打到鸡巴烂。
政治不是这么痛快，现实不是那么痛快。假如说我们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投资人，想要从过程当中赚钱获利的话，那又用一个现实的心态去面对，不能用一个幼稚天真以为是像打功夫一样像那个乔峰对慕容福那样这么痛快，不会的，会来来回回拖拖拉拉那样。所以我们会看到了未来的股市了，就基本上下个礼拜二开始，礼拜三开始了，股市就会见顶，然后又开始下跌了。那为什么会见顶呢？就是说原来这个协议啊，也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协议，而且呢，中国也未必真的实行，而且中国内部呢，也发出一个抵触的声音，认为呢，我们不可以轻易向美国屈服，又会出这种声音。那其实真正的故事是，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就是大庄用钱炒高一波，然后高位出逃，然后股市下跌了。所以在这个操作里面呢，谁跟进谁也被套拢谁跟进谁是傻瓜，谁是白痴只是我认为会跟进的资金呢，只有一种资金那种资金呢是 AI 就那种人工智能的基金，其余的资金是不会跟进的。例如散户是不容易跟进，因为散户本身是没什么钱的。然后你说那些机构投资人，他们自己用人肉来抽人肉来操盘的话，基本上也看到这是一个明显的骗局，不会去跟进了。所以大庄要炒高的话，到最后套笼呢应该是套笼了自己然后接下来呢，他能骗到进场的钱呢，就只能是 AI 的资金。因为 AI 呢，我们之前视频也说过， AI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 AI 啥都好，分析能力很强，速度很快，只是 AI 不懂分真假，他不懂分什么是真消息，什么是假消息，他不懂分析这个。所以他一听这，他一看到那些标题是利好的，他就会啥啥的买进然后呢就被人家就被人家出逃了，然后他就当了接盘侠了所以 AI 是很笨，但是从这个方面来讲 AI 是很笨，但是呢从怎么说呢，从基金的那个行业来讲 AI 呢现在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普遍这样。然后呢，那现在我们讲了就未来会怎样去发展的，就我们看比较远一些未来中美贸易谈判或者是中美之争会怎样发展。我反复的更加强调一点，就是要看中美之争的那个趋势的话，其实现在就看两点，一个是华为另外是海康威视，就看两家公司，就看这两家公司。假如说美国没有对这两家公司放松或者是撤销对他们的制裁的话那个长期的局面没有改善，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会越来越严重，那个才是真实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吴建侠假如大家看完内容之后感觉可以的话，请按一下那个订阅键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赏咖啡谢谢大家的打赏，谢谢。